非宠物展今天上午在世贸南港展览馆开幕，全台湾最昂贵、身价400万的热带草原猫首度曝光了。另外还有88万元的奢华水中跑步机，可以帮宠物洗牛奶浴，非常的有趣。台北宠物展盛大的开幕，家猫跟家狗坐着娃娃车进场，好神气！全台第一次看见，而且也是最贵的热带草原猫，它是非洲叟猫和家猫的配种，拥有原始的叟猫的犀利眼神，还有叟猫的斑点毛色，却有家猫的温驯。那么身价有400万，好特别。就是他们的祖先是那个非洲叟猫，所以他们的脸型就是遗传到那野生的非洲叟猫的比较野性、狂野的脸孔。还有替宠物洗牛奶浴，用奈米离子所打成的泡泡浴，洗得特别的干净。还有电动跑步机的设计，让宠物的膝盖可以减轻重量，照样运动。因为水中的浮力会对狗狗的身体比较好，是它关节的部分，它在跑步的时候比较受力不会那么重。还有宠物的蛋糕以及面包的专卖商品，那烘焙的食品有各种的造型，有各种图案，还有各种的口味。一连四天的2013台北宠物用品展在南港世贸馆一直展到下礼拜一为止。